聚焦高新信息技术，赋能精尖人才。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在 Word 中，可以快速搜索指定的内容，也可以将搜索到的内容替换为其他内容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。作为查找和替换，最简单的应用就是对一般文本内容的替换，即是将某一文本内容替换为另一内容。操作方法如下：选定替换范围，可以是整个文档，也可以是选定的范围。单击开始选项卡，在编辑选项组中单击替换按钮，打开查找和替换对话框，在查找内容框中输入查找的内容，在替换为框中输入替换的内容，单击替换按钮进行手动替换，或者单击全部替换按钮进行全部替换。手动替换时，对于不想替换的可按查找下一个按钮跳过。除了可以进行普通文字内容的替换之外，还可以对格式进行查找和替换。方法为：选定替换范围，整个文档或者是选定的范围。示例中将所有红色字体全部替换为蓝色字体。通过前面的方法，打开查找和替换对话框，单击更多按钮，将插入点定位到查找内容框，单击格式按钮，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字体命令，将字体颜色改为红色，单击确定，然后将插入点定位到替换为框，单击格式按钮，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字体命令，在替换字体对话框中将字体颜色改为蓝色，单击确定，最后单击替换按钮进行手动替换，或者单击全部替换按钮进行全部替换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